我现在就要立刻赶快先去第一个摄影棚。很累的时候，我就会告诉自己，工作的女人最漂亮，工作女人最漂亮。啊，饼干好好吃了！哎、欸，要拍照吗？我已经咬了。上，太恐怖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楼。今天呢，要来拍我的工作 vlog， 因为我很常拍一些在日常居家啊，还有大学生活的 vlog。但其实我也是有要工作的时候的，所以呢，我就决定拍给大家看。但是因为工作的时候不太确定能不能就是像平常一样，就什么时候都可以随便拍起来记录，所以呢，我打算就是这几天的工作就合拍成一整集这样。然后我今天自己住在这里，很不错吧？那接下来连续几天都是有拍摄工作的，所以我现在就要立刻赶快先去第一个摄影棚。Go！但是首先呢，我要先补妆。这个镜子根本就是会一直下垂哦。最近有点看腻了头发放下来的造型，所以我今天想把它绑起来。我发现饭店的灯光普遍不适合拍摄，哎，好丑哦。结果我今天的拍摄完全没有拍到什么片段，超好笑的。反正呢，我现在是回来了，然后我要马上洗澡休息，因为明天又要继续拍摄了。By the way，这个唇色真的很好看，喜欢。而且我今天有贴睫毛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？我觉得应该是我自己贴得很不明显呢。然后呢，我来这边一定会泡澡，给大家看我今天泡澡的地方。赞，还有电视可以看。好，我今天晚上就泡在这。我现在在泡澡，你们看我现在手其实超红的，我等下拍给你们看。因为我的洗澡的水温都超级烫，所以我就会把我全部的皮肤都烫红了，很变态吧？好，我现在洗完澡在敷脸，然后我要来看电视。我真的超爱看电视的。The next day. OK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楼。今天呢是一个全新的企划，把腿伸出来，好，腿伸出来，呀，对，我会这样，我最爱的动作就是这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第三天的早上。昨天拍摄完真的太累，我就马上睡觉。每天都要拍摄，好累哦！加油！这间饭店的冷气，不管我怎么调，它就是会跑回22度，我这快冷死了，受不了。这几天的拍摄都让我好累哦，但是很充实，所以我都很早睡，然后很早起来。然后呢，我这几天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肠胃不太吸收，还是怎么样。然后吃什么东西就很快就拉出来了，所以呢，我就连早餐都没有吃，因为我怕在摄影棚会想大便，然后可能会耽误大家的拍摄，所以我就都没有怎么吃。虽然拍摄之前都会有化妆师帮我梳妆，但是我还是会先自己稍微化一下妆。讲真的，拍摄比上学什么的都让我感到还要不累。很累的时候，我就会告诉自己，工作的女人最漂亮，工作女人最漂亮。因为我今天的那个角色不是狗蜻蜓，我现在先贿赂它，不然它咬我。然后我来教你的话，主动靠近你的话，就可以摸摸它，很开心的疼它。这样它等一下再跟你，它等下看到你的时候，它会对你反应会更大。对，你可以就是比较试着去教它。黑糖来，对，然后就摸摸它。然后就我两只黑糖，两只都会。然后待会的话，就是看他说是要选哪一只，或者是两只直接一起上。对，分得出来吗？黑糖，它比较黑。对，就是奶茶，奶茶就奶茶，对的奶。黑糖，
不是奶茶，太难喝了。嗯，黑糖，黑糖，你只爱黑糖，奶茶。哇！你直接一点上脚骨。你牵狗还是狗牵你？当然是狗牵我。他们刚才不走哎、欸，有我有看到。真的一冷。那、啊、你现在不是在工作吗？是吗？吃几块给你吃。为什么？没有他，人家换到我。吃不完就吃不完，一堆借口。啊，饼干好吃。要拍照，我已经咬了，没关系，我也吃。平常都这么暴力，我真打哦，真打，我感受。让我看一下你的肌肉。他看起来没什么力啊。所以说不要劈腿。啊、你干嘛那么喘？我认真的啊。我再补一次就好了。好，一走。我倒倒地，拉倒地，拉倒地，拉倒地。反正有，你要黄光还是白光？白光。要拍个 MV 还可以运动，真的，哎，我真打，哎，是吗？我真的感觉声音蛮大的，是吗？感觉还好，因为我打你打，我打看看哦。我们要转下一个场景，没错。你是不是还想再打一次啊？我刚刚是真的用尽全力。你看这种平时这种打人的机会不多，对啊，很爽哦。嗯，不用报名那个全项就可以打人，是吧？各位，现在是晚上的。几点？凌晨三点左右，超级累的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再拍什么片段，讲什么话给大家听了，我只想赶快休息，我好累，我隐形已经快要干到我的脑门去了。但是通常拍摄这样一整天下来，确实是很累啦，但是很充实，我很喜欢。好啦，那以上呢就是我平常工作的日常，可能真的很琐碎，没有拍到什么东西，但是我很抱歉，真的很抱歉。那今天影片就是这样子啦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